哎，苏茉莉，今天晚上你要干什么？今天中秋节要玩灯笼哎。哦，玩灯笼哦。好了，我有很得意的灯笼。你为什么有灯笼？我爸爸买给我的。这个是玻璃纸做的，有很多造型的，有那些龙啊、兔子啊、狗啊、大象啊，什么都有的。就是蜡烛，然后插在这边。茉莉的破台语，欢迎大家好，我是住伫台湾马来西亚人。茉莉，今日是中秋节，我伫我的家乡的树，妈妈逐年的中秋节拢有拜月娘的。中秋节就是要准备这三种物件。三种什么物件？油啊，我们叫粤语菠萝。白柚啊？诶，阮拢是买白柚的，大大粒就对啊。然后佫有芋啊，嗯。还有嘞？佮有莲藕，莲藕。就是代表聪明伶俐，伶俐。柚啊，代表宝贝，就是宝柚、柚子。芋啊，代表辟邪吧。准备这三种物件来过中秋，先刷拜月娘。现在少年的人拢无咧食的，已经是时代的眼泪了。啊，所以呢，不能忘本啊！你们不能忘记这个华人的传统。台湾的人的话，只有吃柚子、文旦，然后跟菱角。我的厝家己就是，每年中秋节有赏月。赏月时阵就是先刷食迄个物件加月饼，哦，还有啉茶配。啉茶配什么？配啊。配。Shift 马来西亚中文，从现在开始，我晚上有请我的朋友们啊、邻居啊来我的这边一起赏月、吃月饼的。等一下他们不会讲台语的啦。啊，只有吃月饼，还要干嘛？然后小孩子呢就很喜欢玩一个东西叫灯笼啊。小孩子会去玩蜡烛、灯笼，嗯，提着灯笼周围走咯。家里有时候会挂灯笼咯，所以我现在就要准备先布置一下院子这边。好啊。嗯，这种就是一般的灯笼哎。呀，准备天黑了要弄一大堆。烧起来，烧起来，烧起来，烧起来。有时候会烧起来的，一定偶尔会有意外的。观众就想要看烧起来。不要。要钱买的嘞。哦，有影子了，有影子了，看起来就是天黑了。要不要听每年一次的 RMB 版本？月亮圆，月亮圆。月亮照在我的家，没有春夏秋冬的家，没有窗前年。月亮圆，月亮圆，月亮照在我的家，没有春夏秋冬的家，没有窗前年。现在的孩子不相信月亮有小白兔。这样啊，今晚拢无人咧耍啊，愈来愈少。整条路只有你一个人呢、欸，太早了，最屌了，今晚八点尔。整条路你最穷。户外一定要准备防蚊香茅，不然你就叮满满的脚。我都吃人家月饼的感觉，翡翠也是斑斑的口味，按摩摩也是。啊，绿色的，然后里面有瓜子的，你们自己想象了。嗯，很好吃这个。里面是什么？奶？奶昔，果然是奶昔。嗯、看，当时的月亮。不时的看一下，再继续吃，这样才赏月吧。你看整条路，只有你在外面而已。这样的，因为现在越来越少人这么做了，只是我坚持这么做罢了。是哦。小时候我在这边。没有这么外面。小时候我们在里面点那个蜡烛，你记得没有？点在那个木头。来了来了。刚刚是放在蜡烛架，但是我现在没有点，因为我知道结束之后要铲那个蜡烛很累。哎呦，这什么东西？美心月饼哎。哎呦。九倍哦，有够贵哦。好贵的，你讲一下这一颗多少钱？差不多快要台币500块一粒。舍不得吃哎，最后再吃。其实也是月圆团圆的意思了。本来就是啊，现在在晚上团圆喽。因为我有三个组哦，一只一只来叮叮咚咚，叮叮咚咚。是不是你在 group 里面？对啊，一直 send picture 给你 啊。我就先给人家喽。我觉得我很坏耶，我收到都不回的，顽皮屌丝。我一个中秋节快乐都不回的，我不理你。啊，来了来了，来了，吃月饼来吃。我们
们等到你很久了嘞，快点快点，好久不见。哎呦，所以现在干嘛？你现在在干嘛？我在开美心月饼给大家。哦，来来来，马来西亚雷锅十三颗啊，50块台币，来50块台币，吃。你整个吃进去啊，50块就没了嘞。嗯，就是要这么好卖。OK， 不错。哇，面整形就是很香，糖哦，很绵密，很绵密。尤其是它的那个蛋黄，有很滋润，很绵绵的，不会干的那种。我觉得它的料没有人家甜，嗯、全部料都很实在，很香。因为是进口的吧，所以比较贵。来，我们又来吃，领奖了。所以是煮熟的、哦，煮熟了的。能够搞打那边？不会，不会。我打吗？好冷啊！哎，真的很好吃，真的是泥状的，真的很好吃。它是那种很软很软，一入口即化的。嗯，你居然会喜欢。啊、明天这个是什么芋头在哪里买的？哦，是芋仔啊，芋仔啊，叫芋仔啊。这个爸爸说叫芋仔。他的芋头味没有那么重。嗯，就是因为没有这么重，我才这么喜欢。我就知道。好仔啊、哦，而且又软软的，要趁热吃哦。Okay. 我们继续赏月罢了。赏我吗？大家就在等这个啊，全部人就在等你的灯笼烧起来。这个是你的片的结尾，这是凋零的灯笼。